哎、欸，大家好，大夫，那我们要来开啊，龙女仆，这个叫什么啊？结构包神秘战士哦，真是神秘。这重点是龙女仆啊，香香，只看得到龙女仆，其他都看不到。不会啊，斩机我也觉得还不错啊，可以打。那我们来开四盒哦，太好了，终于不用在别人那边开。好，今天也是礼拜二哦，发售的第三天了，第四天了，是人家礼拜五就拿到再开盒了，我们等到礼拜二，今天礼拜二，难过哦。好啦，没关系，但是总是闻得到的。好了，我们来开啦，第一盒先来。喂，这次一样是韩紫哦，哎，这公司货了，我可能跟别的店家买都比较快。巨细，好。五包，我们三包三包来，真是令人期待啊！龙女仆啊，斩鸡方程式，哦，红色的王的粪鸡，哦，最龙女仆的，我靠！要第一张出这个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了。你是出外，出外出外。真好，还是自己的剪刀好用啊！王之舞台，死之王啊！算了，是梅亚，原谅你。斩鸡，快斩鸡！王的试炼，铁之王，我觉得不行。铁之，还有剑之王。啊，死圈是啊！别，来斩鸡都好，不要来王啊！斩鸡王的报酬，幻之利空母，哎，漏了一张，还好不是。王之试炼，龙，哇，碎，可是不是半钻，可恶！融合怪不是半钻，大头金蛇碎钻。可恶啊！为什么不是半钻？王的粪鸡超在身上，剑之王，靠！谁乌鸦嘴？可恶啊！还参妖精，天台去看他送的，还参妖精。妖精还行啊！你那个跟我一模一样，那就是王的归来，王的归来。哦，王的归来吗？现在那个就是，哎，光之王，完了，哇，一个王盒哎，太王了吧！我们今天已经开好多王了，对吧？这张三盒粉哎，哇，又是你！我已经在那边开一张半钻了，又是你。第二张，第二张斩鸡哎。半钻延展机，可是不是半钻的梅啊，不是半钻的女仆，女仆长，嗯，女仆长半钻了。好了，第一盒开完了，都是王，就两张女仆而已。要成为王，完蛋了！我现在觉得四盒有点远。就你四盒也想组完女仆龙？四盒有点远，组不起来。后面还有一盒，就不能有四。好了，第二盒。他解锁之后，他一样会没他画效果，只不过他回去，对吧？就他一样放在场上，有是不是？对吧？他的第一个效果是第二盒，怎么个好的开始？所以是用解锁点。斩鸡王的报酬，超再生能力。没有。死之王，这很强哎。死之王，他不死族哎、欸。对啊，他不用那个魔戒那个球形跳出来，他再复活一次不死族。我要继续切。这样有点厉害。重点他不，重点不要这个，我不需要这个、啊。王的归来，缺一张王的归来就凑齐了。靠背。有吗？炎之王。哦，还有铁之王。TG。TG。啊，没有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你还有勇之王。不要那边，我要的只要女仆而已。
欸，我两盒才开到张女芙蓉，过分。两盒？我两盒开到张女芙蓉，其他全部都是王。太可怕了吧！他重点，他有一盒六张，全部都是王，我全部都是王。女仆长，可又不是半钻。真的是有够过分。气耶！为什么不是半钻？怎么去了？剑之王。完了！我果然不该自己拿盒的，天哪！应该叫别人帮我拿。要叫那个阿宝，自己的盒都是特别毒。对啊，自己拿的特别毒。错。我靠！光之王。完了！王合成二，凉了！我的心都凉了。凉了，就算不来张女仆，真的要凉了。来，重点是斩鸡也没有哎、欸，我上一盒全部都亡哎、欸，只有一张斩鸡而已、欸。啊，可是现在我只剩一张金量而已啊，半就半砖，对吧？嗯，金量靠背，金量也就只有那个东西而已啊。哇，太神了吧！看，好扯哦。半钻就会少一张，报配率。二四六七，哦对啊，半钻是多的，半钻是多的啊。没毛病。哎、欸，还好，往好处想，还好有送一张哦。文杰你好，还行。不打方吗？干什么？啊，这一盒不是跟上一盒一模一样吗？那排出来，顺序排出来。对啊，一模一样啊！一模一样哎、欸！哎呦喂啊！一模一样哎、欸，好扯哦！傻眼，什么配率啊？再开一盒一样的，就我就那个王就缺王的归来跟那个勇士王了。林老师哎、欸，看两个一模一样的配率，傻小啊！哦，好了，第三盒，到底怎么可以拿两盒一模一样？我这什么手啊？难怪你不用一张单卡这么贵，都是王啊！因为王的单价都很便宜，都是王啊！因为抽的是王，对，抽的是王。这个配率设定过的，这个跟那个当初闪刀机是一样的。怎么觉得去别人那边开的比较好？哎，阿亮比他好。哎呀，这是个人的问题，这个是还不错啊，这个是运气的问题。嗯，要是的话，终于不一样了。是个好的开始，可是我那个好多张了，怎么办？看我的奇来，你老师嘞、欸？我还是王河第三，王河成三，叫我要打就对了。对，王很强，好不好？终将成为王。终将成为王。我会成为王。你会成为王？啊，我已经帮你讲，你会成为王。空的。哦，哎，真香啊！是龙，哎，真香。终于哦，终于可以香了。别难过。没开到王没关系，我可以卖。重点不是王吧？我也抽很多王。重点不是抽王啊。那抽王抽鬼卖。对。哦，真香！这好像一对一对，我都开这样哎，我去那边开这样子，就这样没了。好了，我觉得这个可以。他都出一对啊，双双对对。没有这么厉害，我只开到一个。我都双双对对。我觉得我的那个我的女仆长半钻有希望。是另外一张哦。对啊，另外一张。靠谱。太多了吧？结果没半钻。好爽。说好的女仆呢？怎么不是女仆盒呢？女仆在家多了。没有。哼。哦，这个可惜。斩鸡盒。这个可以。好，可以。这可以了。好，没有半钻。终于看到不一样。终于没半钻了。可恶！少赚一张。最后一盒。哇，看起来这样抽女仆一跳真的蛮困难的。妈，何止困难，根本超困难吧？我两个才考了一张女仆哎，优秀。这比当年的，这个好像比当年的那个还难凑啊！所以我们目前是七盒三张，比零一那时候还难凑啊！我全部都是王。好了，第四盒了。干，我已经抽十盒凑不起一套哎！我都差最后一张万华镜，我都抽不到。
我那时候好像蛮快就我戳我戳十盒哎、欸，我好像没到十盒那么多。难过去吃饭了。就那个什么那去那个关帝庙那条路了吧？哦，三张满了，都开这个而已，开专开魔法卡。好，空的。往好处想。香的，至少是满。有人在开王的归来。有开两个一模一样的飞镖，好扯啊！你还缺一张永志王，就是永志王了。没了，我没空。我那个，我都没有力了，你那么力，那又是死之王。嘿、欸，这个配率，难道似曾相识？他又似曾相识，完了完了，会不会等一下下就是铁之王？剑之王，光之王。再让你铺上这样子，好了，这一盒就这样一模一样配率。干！发生的，金发耶！傻小，似曾相识，明推三盒一样哎。那看来是剑之王了。剑之王、嗯，然后光之王，那、啊、光之王女铺上，哎、欸，开完收工。哇，不用看都知道会出什么哎。先知是你，先知是我。完了！这盒就跟当年银一那盒一样了。哇，三包都会中。然后会有半钻必中包拿去卖。必中包，半钻，半钻斩机。金亮女仆长、啊，然后还有一张光之王。该死了！偷偷是什么了？偷偷是什么了？哎、欸，没有半钻嘞、欸！靠！但还是涨，少一张缺，才来三，还差了半钻嘞、欸！跟我手都一样。哎、嗯欸，你的王一套，哎、欸，是三盒直接一套王、欸，哎，好扯哦！换啥小啊？我第一次看到最快凑成系列三盒一套、欸，哎，为什么不是？不是女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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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仆了，三颗都女仆，女仆的，哎、欸，一次毕业，太美了吧，这画面，哦，天哪，姿势，天啊，这个怎么开盒这么多年，妈，这一盒最美，开成这样，四盒排出来了，三盒是一模一样的，啊，再帮我拿两盒来。没有两盒了。有啦，我有跟。为什么？啊，你是我、哦、没有，我现在四盒、啊。四盒，你这个你跟我我跟你多两盒。那有那对吧？那我一样两盒吗？对，没错。有啊，我先预定了，别怕，我先留后路了。帮我拿！我不要，帮我拿，我不要，两盒。来，下好第一手。下好第一手。好，可恶。不要不要，自己拿了，气死我了！啊，嘎还跟不破，傻小，这个就跟抽卡一样，开到没力了，就没力了，完了，好惨了，我要成为王的男人，这个就是跟抽卡一样，玄学，这几率干太玄了，好吗？会来就是会来，不会来太玄了，好吗？当然啦，我都忘记那个萤幕存在，气死我了。要二十五单才中，哎、欸，三十单对，比二十五更好笑的数字。记得帮我码一下。啊，不要，我不要码你。哦，终于，终于不一样了，果然别人帮我拿。啊，其他都不重要。好了，应该会出同一只吧，希望。绿色是什么？绿色最强的、啊。如果让下一只出完抽会呢？会再多一个。看什么你呀、啊？空。我好累哦。还有机会，各种意义上。被暴击。没有。哦，真香。香，真香！哦，可以，这可以。可是我觉得还是有点远，开不完。
要带一盒。可恶。哇，女仆！这一盒终于有香，有方真的有香了。嗯，怎么剩三包而已、啊？太快了吧？应该快乐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。哇，那个玩的好漫长，玩的好漫长。看到了勇之王，超量贵。啊，香香对对，香香香香对对呀、啊。啊，勇士王好，行，放大一码，行，这一盒可以，这一盒有香，这一盒有香，这盒有香，不是半钻，不是半钻，对吧、啊？王老出现，没事，我要半钻还没出来呢，难呐、啊，没有垃圾袋，后面那个垃圾桶在那里啊，好了啦，最后一盒啦，真的没有多了。店内的盒都快被曝光了。真的很漫长。这个就跟当初神刀火刀的那个翻转也蛮臭的。哎呦，那次没有什么悬念呢、啊，是这个悬念比较大。没办法，去台湾运气用完。没有啊，我那个其实也还好好吗？就很平均，那一盒很平均，好吗？你去别人店家，别人店家气进来就是跟我们店不合。店，消业障，哪这个跟没业障好吗？哪什么业障？吸好吸满好吗？干铁之王，什么都没有的开，第一个是你，干铁之王，完了 ，flag 回收。干说好的香呢？怎么变臭了？有一股铁锈味。为什么是你们两个？哼，突然不爱说什么。干！好了，下一张就是那个看我不死的那一只。哎、欸，女仆。很像啊！等一下半钻一定是那个。为什么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对啊。半钻是谁啊？斩了。斩啊，对啊，似曾相识，配率太，哦，天哪、啊，这个配率，嗯，抖，怕，哎，不一样，这个不一样，只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就一点点不一样，一点点差很多，好不好？好像也没有啦，还有一张跟那个一斤五两，哇，半钻是多的，哇，看半钻啊。你们帮你赚的吗？嗯，最后，哎、哦欸，真的很像，真的很像、啊、就缺那一张了，差一张而已啊！干，这也太像了吧？为、哦、什么六盒有四盒是一模一样的啊？干他妈的都是王之盒哎、欸！王盒，王之力，王之力，真的是王之力、欸，王之力耶、欸！看我好累。扯哦！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没看过这么扯的。哦，我们开了三盒，哎、欸，三盒吗？六四盒。六。我说开了三盒，一模接近一样的，四盒差不多一样的。没毛病。重点是有满吗？对啊，光我们的王满啦、啊。哦，我说龙女不止满，还龙女仆真的没有满的，那个就一张呢，这两张。啊、光之王。应该是满出来的那种，剑之王，满出来的那一种，溢出来，铁之王，溢出来的那一种，铁之王四只刚好，气机，哦，真的母汤，这也只开到一张而已，难过，还好，去别人那边有开到一张，放错位置，哇，好难过，王子起来一张，没毛病。女仆没半钻，难过。十之王，半钻是可遇不可求啊！真的、欸，我全部开这个半钻啊！这个毕竟这个完全没有意外。哇，不错、欸，这斩击开两个半钻，为什么不错啊？不错哎、欸，王豪柱想吃斩击，你要是看到大蛇半钻，不是这个，你看到那个会哭出来。不是，不是百足虫半钻，
啊，魔法卡开四张哎。好了，就整体来说还可以啊。就整体来说可以啊。没有到很悬念。这边铁，我们的王很悬啊，悬到不能再悬。那边全部四张哎，就只有始之王没有四张，永之王一张，开一张，斩击四张，半钻我加那边那一盒就，这个不是我。啊，女仆开好少哦，这算是有满的啦。这个差一张，这个差两张。女仆还有什么吗？应该最高价。三卡还有什么吗？还有我没开到的吗？配率七呢？我没有看配率。我也没看呢。不知道。好像应该就差不多了吧，就差这个而已。知道每张都看。帮你看。这个满的啦，这个差一张，这个差两张啊，那应该可能有，应该是有满。对啊，长抽象二奶的，超赞的、欸。我觉得都很赞的。等一下哈，人形都很赞。等一下，我帮你看，我帮你查一下。你说龙女仆吗？龙女仆啊，对啊。龙形也不错啊。对啊，龙形也不错啊。高追耶。对啊，龙形。龙形是普卡吗？海马都比较喜欢龙形。这个是普卡、啊。还好，看一下啊，这个是普卡，看看啊，这只没有亮面四只，一二三，怪四只吗？对，没错，怪四只，全部种类都有了，啊，全部种类都有了，就是差数量而已。对，没错。好，行。业障已经消完了，走啊，业障消完了。魔法一张啊，我不信。魔法那张开满了、啊，魔法一张，龙和怪一张，然后怪兽四张，怪兽四张，好，那算是有满了。我们的剑应该都满了吧？就差那个王之起来，差一张。永之王，我记得这其实我起来跟永王，我都那一盒有开到啊。你要这么讲话，好惨，太惨了。好啦，应该是没得开了，就这样吧。下一盒对战就是王了。嗯。米汤哦，后面在吸毒。斩击，后面在吸毒。你斩击也猛，有就这一个多啊，这比较麻烦，那张比较麻烦。那射箭很强哎、欸，那张就关键了嘛。可是斩击还要收书卡、啊，干更鸡掰。一定要收啊，不收打不起来哦。好可爱、啊。那书卡肯定又被炒。对啊，又被炒啊。做球。又被外挂。Kwami 做球。那一样，好了，我们这一次的开完了。DBFM。我们的 DB 儿和我们的香之女仆盒开完了，六盒开这样，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这很差，尤其是一大堆的王跑出来，好像有点臭，有点气氛，太可怕。其实从今天开店到现在，也是一堆开一堆王，有一个最猛，抽六包中四张王，就在你后面，那个最猛，抽六包中四张王，是最猛的，哎。好难过、哦，感觉就是王特别多了，王特别多啊，对啊，你看我这边开就是王特别多，好吗？你留言看有谁开女仆比较多的、不要，我不想看。你又帮你那个频道上面写个王字，注定要成为王的男人。哦，不行这样，名字已经有了，已经有了。哎呀，难怪才一堆男，我就改姓。没事，大家讲什么？换一下。换一下，可恶！你可以把三伏那个三变王再加一数据，所以我的注定就对了。王符跑不掉，王符，王符，王符是那个、啊，是王符是那个、啊，王符闭嘴，对啊，的那个，那没错、啊。好了，没有半钻的，没有半钻，开到半钻，惨念。好了，那我们这盒就开到这边了，还听我拉嘞。这次不会有实况，实况我已经实况过了，所以我就不会再另外实况。惨念，不要。哎、欸，可是我记得你上次不是抽到，我觉得这次比较好。你上次不是开闪刀奈何，不是抽到吸血鬼半钻吗？是你吗？闪刀奈何，不是我吧？我觉得很多人开了，那奈何超多人开上吸血鬼半钻。对、啊，我是空牙半钻啊。惨惨，好，空牙吸血都有。好啦，如果喜欢这个影片，按个喜欢，小时就按个订阅。我是战斧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啊，话说拜拜。Yeah.